我们第一天就开始工作了，现在请了一个挖掘机过来，把这个整个地面全都给平了。这个机器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300啊，按小时算的，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这个地面啊，现在是凹凸不平，啊，容易积水，上面杂物也多。这机器还不小哈，再清理出来。这大家伙刨出根真是一绝啊，不费劲啊，直接就蹬下来了。哎呀！太给力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好像正好可以放那个吊床啊。这个86。现在咱们开拔这个臭椿树，这个是连根都拔了的。整个压倒。